我刚刚翻箱倒柜儿，找到了这件衣服，给心儿穿上了。我一定要记录一下，因为当时这件衣服我是给 Ella 买的，但这件衣服我觉得特别的可爱。这件衣服其实我是很便宜，在 Yard Sale 上买的，可能也就几块钱，然后我觉得特别可爱。你看小维尼熊，然后就觉得很喜欢。然后你看它戴着这个小耳朵，然后在上面还写着这个 Easter Baby's First Easter，我就觉得特别可爱。然后我当时就 Ella 没有机会穿到这件衣服，我就想说，哎呦，等到我有老二的时候，如果我要再要了一个的话，这件小衣服留着一定要给她穿，觉得好可爱。现在呢？虽然不是 Easter， 但是芯儿已经5个月了。这件衣服是最多是17磅，芯儿已经是快17磅了。所以就是他如果再不穿的话，他也穿不了了。所以我一定要纪念一下，芯儿穿了件衣服，弄到 Easter 的时候给他看，真的好可爱。芯儿可不可爱呀？大一小也是路子。早上好，今天呢早餐又是牛奶加 cereal。我觉得这两天的减肥，我今早上又忘了量体重，但是我一旦忘了，然后洗完澡我就不敢再上体重秤了，准备先把早餐吃了再说。今天呢，准备跟我女儿一起画画。我之前买了很多那个画板啊什么的。她自己最近就是，我之前给她报了美术包，然后这不是打广告，就是她一直在上美术包的课。然后呢，那个老师就是又教她画那个水粉画，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看。我准备今天呢，跟我女儿在家画一些那种类似于像那种，有点像油画吧，也其实水粉画，然后画一下。其实我不太懂啊，但是我就决定跟她画一画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她画画的这个兴趣。其实在那玩那电脑玩的可开心了。我老公昨天给大女儿买了一个新的自行车。他之前都是12寸的，然后给他买了一个16寸的，因为他现在变大了嘛，然后他现在也会骑了，所以我们准备给他买一个新的自行车，已经买好了，放在我们家那个车库里面，现在还没有组装完。刚刚我老公回来了，他没有组装完自行车，我就看了一下表，就是哦，football要开始了，橄榄球，那是橄榄球要开始了。吃完早餐了，好满足。我要回去陪希儿玩，然后再陪艾拉画画了。那边多拆一下，那边多脏。我跟艾拉都不知道画什么，所以我们俩准备先查找一下有什么可以画的。好的。你这些好简单。那这样，我们先画个背景，然后按照这个我就能画，怎么样？好啊。对了，挺好的。OK， 背景怎么画？我们最后准备背景，就是画完了之后呢，把这个摩天轮画上去，最简单的这种，然后就涂上颜色。OK， 背景我们肯定要淡淡的呀，然后上面画天空的那种，就跟 OK， 我们俩只有一个厚刷的。这个是画。好，那我们还是说这是我们家的燃料，然后这是 Ella 的画画盘。那我们要是蓝天的话，我们就来画一个浅蓝的。然后它浅蓝可能还是不够蓝，我们怎么办？加白色，我们找白色，再找白色。来，我打开。去车库。今天的天气好好啊！哇，爸爸都牙都这样了，我还行来帮你呢，老公。天啊，好漂亮啊！我已经站了2小时，这些其他人都跑完就去 break。不好按。哦，他这个大车，所以已经有 break 了是吗？你能站着吗？天哪！我下来的时候，爸爸已经把自行车安好了，还安了 break， 这回有刹车了。哇，好酷啊！去试一下，在这个车。哦，对，爸爸提醒你戴 helmet。哎，他那个没有那个车的听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然后再看哦，爸爸好棒啊！看看姐姐的新车怎么样哈？嫉不嫉妒？羡不羡慕？眼不眼红？我本来下来寻思帮爸爸，就爸爸竟然安好了。怎么样，这个新自行车感觉？这回跟他的大小比较配了。对。而且跟他的那个 helmet 特别配颜色。啊，对，对呀。这飞很快哦，这个。这比那个快多了。试一下刹车，慢慢的，慢慢的捏一下刹车。
对，下回杀再慢点挨了，别着急，慢慢骑。完了，对呀，把这个都留下去，没有关系。哎呦，你怎么充那么多？没有关系，下班我给擦一擦。嗯，漂亮亮。他知道没有啊，心儿啊？没了，坏了。Oh, set. Oh, intercepted.